来，鲍鱼要一个300了，我300一个头顶一个哦。来一个。300了，吼，来，这一条鱼啊，我两条就500，300，三条我哩，四条我哩，五条我哩，来五条无够啊，这条够我哩就600啊，300。来一个来啊。来一条。一条、两条、三条啊，四条啊，来五条啊，五条无够啊，600啊，300。一条300，两条300，三条我哩啊，四条我哩啊，五条我哩啊，六条。最后一个100，到尾啊。加。无啊，你要100了，我都无啊，剩100。来哇。你等下等我一下，那这赤海要吃，你等下等我一下。赤海，这条用炒的了啊，这餐厅找一条要500嘞哦，一只500，两只1000，唔免1800，500了。这只搁送你500吼，这只搁来500块了，500块，我来搞一包给你。来500块，要吃赤海无？什么赤海？赤海啊，鱼啊无外甜嘞。用吹啊？这是用吹，用吹，我真正你这一支刺拢无这啊，一支刺拢无啊，500只啊，要啊？来两个。来三百只过来啊。收钱啊，收钱啊！把一挂冰块弄下落嘛。我叫我要加落。恁个要食？会啊！恁鱼啊嘛，鱼你要啊煮都嘛好食。我加一挂冰，反正我加一挂冰了嘛。要食肉质淡我者，肉质都无够味啊嘞。可能爱淡一下啊。好，来，加一挂，你这帮我收下，再卡卡一个皮我。来啊，几个人过来过来要食啥？恁搞咩哦？人家买蛤蟆，但恁蛤蟆你会付包无？我想了，恁食侪面，食侪有诶无诶，好无？一个你无偌侪吼。来，迄个来，阿叔，我来讲，恁卖用啊！我来讲，我要开始画吼，是咱开始卖正侪，咱开始卖啊！吼，来，迄个，我看这个人家需求，我看伊个面，我就知需要啥咯。够好命，搁伫遐掠念，我讲真正有够幸福诶！铁路排骨也可以，看你哦，我要食啥拢讲起。铁路排骨。我也开始竞争了，这样吼。哎，铁路排骨要吃拢无啊？这无啊，昨日也未煮起啊，给了200了好啊。来收钱200块，好来。这是台币200，来两台币200，三台币200，四台币200，五台这两台要送你，最后一个200，上面吃铁路排骨，200块了好啊。铁路排骨够人要吃无？200块了，拢有啊吼。来谢谢，来感谢你。阿叔你也辛苦啊。来，迄个事由我来讲吼，你之前话其他我袂记。对对，之前话嘅，我做一个，我一个卖三千啊。啊，这来，这包叫吼唐扬鸡腿块，一包一公斤，一大包，规个拢鸡腿肉落去做嘅。这一包啊，免叫你开1800-800，你甲真正咧入去我高赞茶，做好食，计规包嘅鸡腿肉，先客钱嘅先了，200了。来200块上面食唐扬鸡腿肉200块，来200块就好啊，200块。谢谢啊！这是要摆工呀，是啊，你帮我摆一个小皮来倒沙包。来，加盐，收起来是哦。来，迄个来，来有人要食这无？我来讲话，这你一定爱买啊，嘿啊！这我真正牺牲给恁的啊。来，规支的鸡翅啦，内底才7-8支这大包，一包1斤以上这大包，这等下你要真正来甲配方食这条真材料啊！这一包我一定爱2500加2500偌济。五百。来，拖我过。两个人客，三个人客，四个人客搞咩啊？这种调味调好的哦，四个就好啊。先加钱的先聊，200上面就200块就好，200。你今日炸一箱尔嘛？啊，所以我先讲话，你拢卖加钱啊。我话恁大家欢喜些啦。这一包一斤牛啊两，迄个鸡翅啊大鸡的啦。这尤其你等下甲真正的配方做好食，来拢无啊，我做一个面收条叫甲恁爸讲。金龙三四五六七个人给钱给阿给嘞，给阿给了，你莫搞出价哦，真正让恁爽的哦，100了，再100个，啊，是的，最后一个，两位，无啊，无啊，无啊，没有了，你莫来搞出价哦，我这500个就卖70嘛，你那这700个卖你一包50，这伤咸嘛，这真正伤咸嘛，哦，这真正袂好意的，无啊，上面过来，我无你做顶下客客可以啊，又卖6包底啊。来，你要开钱，收了两块。开钱。你有哪要吃鸭肉丸不？这鸭肉丸咯，这一包一斤啦。你要吃鸭肉丸，唔免300嘛，免落你家己啊。我系鸭肉丸，干来切，干来烹了，四个人计搞袂了后，一包上面吃100块咯，100块鸭肉贡丸100块咯，100块够人要吃鸭肉贡丸不？100块了。拢有啊吼，阿姐，你帮我收起来。来好，阿姐，你就刷你用啊。啊？辣鸡腿好啊，辣鸡腿里啊上来这条辣鸡腿啊。啊，这恁家有人要食鳕鱼无？
伊只叫黄金蝶鱼吼，黄金蝶鱼就是咱咧讲个鳕鱼壳细只雪哩，你等下把黄金蝶拍到这只鱼啊，就自然走出来，规只拢无刺哦，这肉足甜足圆，咱等下炸起就足好食个吼。姐，你又要搁一箱哦？来，这箱我先互恁大家欢喜一下哦，来，先来先优待好无？来，先来先优待，来。你想要吃这个细只雪梨的人，叫你要吃吃刺的，你唔好买这只冻的，这无刺哦，你算哦。这肉是油搁带甜哦，吼，来。咱买中个吧，别。我全部招四个人，就搞买落好无？唔免招你开500，开800，300，上面一个300块了。来300，上面来300，姐，你又要搁一箱哦。啊，我来讲，啊，无这箱我只要做优待啊。我这次搞出去，恁真欢喜啊！啊，莫来搞出价哦，来，我再搁送恁好无？再搁互恁，再搁互恁哦，再搁互恁，来，再搁互恁哦，来，安尼无哦。四个人去吃，一支翅拢无肉，有够甜的。先给钱的先赢，200了，来200块了啊，200块了，来200块了啊，来200上面吃200块。黄金鲷鱼俗称小只鳕鱼，200块了，200块了。最后搁招一个人去，要无200了，好200块。两个啊。谢谢，等我捡起来哦，来。全世界剩一个200上面吃，是会给800倒走者。你也走六张了，来给800。最后这200上面吃。来，阿叔，我来找到一张。来，来，咱鱼也未成车去啊！哦，你后边剩几样物件？剩啥物？剩石缸，还佫这个巴浪哦，还佫飞机是三样尔，前面拢无啊。鱼也未成车。哎，这两百第一个客钱的是啊？第一个只，你啊，一包你今天吃一个。好，来。靠呀！我今日要炸遐高级的，我无炸。来。啊！哎呀，讲啊，雷公没有人听，我一个炸到袂记。10块上面吃啊，几等个吃啊？十块要吃啊，几等个当然。十块连了。10块拢有啊？几个？12个啊？13个啊？你包蛤蛤嘛？13包啊？来，阿姐来，买钱你买。这你敢看有无？这几支啊？柠檬鸡腿排，这等下咱蒸蒸的做好食，这种吼，等下甲煎哦烧就好啊吼啦。你先给钱的先了，这有加柠檬的腿排，这无骨的哦，你先给钱的先了，这一支鸡腿100块，两支还300。来，一支100块，两支300，你要甲煎要甲烘，你欢喜就好啊，你要煮你欢喜就好啊。我全部招5个人去搞，要鸡腿，啊这加柠檬做汤的。这两支总计免招300，开二啊五万，免先给钱的先赢，200上面吃鸡腿、柠檬的腿排，200上面吃头前。我这支搁送你200，这支搁你啊，你早早吃啊，收钱啊。这支搁来啊，这支搁来啊，全部5个，你先给钱的，我头家开始搁加一支给你啊。这支搁送你200块，招一个人去，柠檬的腿排，拢无过了，鸡腿哦，200了。谢谢，感谢大哥。有，该你帮我收一下哦。迄个感谢大家的支持哦，我是讲今仔日哦，我有炸一碗好料要来，互恁欢喜，啊，我搁牺牲互恁安尼，我最后搁招一个人过来，啊，感谢恁的支持，我搁加一支送恁，真爽，200块最后一个就好啊，真正比你爽的，最后一个5支拢无贵的，搁来加柠檬哦，200块咯，最后一个上面写200块，最后一个上面写200块。全世界剩一个200上面吃，我无你卖5支的，我全部拢4支尔。最后这个200上面吃，啊，这我控制一下，我真正无你卖5支，这个加柠檬，来柠檬买钱啊，啊，搁来起过。最后这个200拜托你拿我，最后一个200块谁要钱，这无得搁拼。我若卖4包200，这份我会怎甲拼？不过我若卖5包200，这份我就无得拼。最后一个我来控制一下，那瓶盖咱一个，谢谢，感谢帅哥支持，我不打。啊，是我找迄个柠檬虾卷的人，我付。换住炸炸一个柠檬，啥物虾讲？我无看吼。啊，你迄种鱼翅羹，我帮你卖掉好无？咱紧鱼翅羹紧的，伊遐鱼翅羹你无看，伊遐鱼翅羹啊，迄面鱼翅羹啊，靠个啊，啊鱼翅羹是袂对。阿叔，你敢走了？来，来你，哎，等下，钱唔是安尼走，你走个乱糟糟货，伊遐走偌济，你咪整理者，整理者，安尼好走400、500、600、700、800。哦，整理一下，互人加好走。来，好，无要紧，你先把迄两箱冰起来，我卖掉。我先一步买，来，互我了。吼、哦，来，来啊，迄、那个阿叔，我来讲吼、哦。来，我看卖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吼、哦，来，鱼翅羹底下甲起起。来，我先卖一寡简单佫俗的物件吼。来，拢我起起来吼。恁家有人要食杜老爷冰淇淋啊？杜辣鸡腿啊，辣鸡腿伫我后边，等下我先甲你卖摆起啊。来，
这杜老爷冰淇淋，这麻子冰，这香草的啊，这土豆的，你要吃啥物口味？你家己讲，300二啊五片，一个人我给十粒给你，150块啥物吃？150落啊，你要啥物？土豆来咯，我给你。好的。四粒给你啦，六粒给你啦，八粒、九粒、十粒给你啦。啊，快紧，帮我切一个落啊，擦干净，用豆腐切切。你要啥物？花生十粒。花生十粒，七十六乘二落，我没事的啦。150有要吃无？这一粒算15块尔。150有够人要吃杜老爷，来好来，来阿叔你帮我收起来一下，来收起来就好了。来，有人要吃鱼翅鸡无？这包逐工发，逐工抢甲烧泡，这没好笑的啊！恁钱起啊紧的哦，这一包2斤啊，这等下我来讲，最高兄烧就好吃啊，一鼎2斤煮好420，2鼎800几块，这包吃袂下，后礼拜这包起来退钱，先客钱的先赢，200来200块了啊，鱼翅跟200块。来200差不多了，200块，最后一个无啊，无啊无啊，数无啊，这个先的哦，啊好啊好啊，搁起来搁起来，是啊，起起来，别别啊，莫搁留啊，呐，来，起来起来，来搁起来，我别别，本来是要捞四包买起啊，来200最后一个，搁别下无拢无啊，这一天12包尔啦，这袂少钱，谢谢，这真正好吃啊，大我袂来骗啦，来，预售车上无，我30先最近要来啊，来。啊！伊就无度，我较定时间来来啊！迄、那个啊，即、這个来手袋睇下，给我一个吼、哦。来，上面食这迄、那个高粉的鸡腿嘞，300了，多好吃无？赞啊！300块了，这个鸡腿真特别啊！哦，这个鸡腿唔是讲有钱你就凊彩买就买着，这个鸡腿我袂甲你陪你食看卖啦啊！诶、欸，这小我嫌偏，我2斤要你，3斤要你啦，4斤要你，5斤要你啦，6斤要你，7斤要你啦，这拢无骨的哦，但是你帮我收着，先客钱我。